今天我们就是随便送什么都可以，跟平时直播是一样的，因为比赛还没有开始。Hello， 小蔡，我们今天就是出去聚聚，引一点流，就是从别的人那里去找一点能送礼物的人，因为你知道我，因为你知道吗？就是我这边没有什么能真的送很多礼物的人。我自己有自知之明的，我这里的人基本上都是只能送一些小礼物，卡个徽章什么的。那我去跟什么没有小熊啦，什么没有文小金啊那些人去比啊，就肯定是比不过的啦，我是心知肚明的啦。啊哇，这个有虎牙一号吗？谢谢虎牙一号，谢谢。哇，谢谢黑兔糖夏天，谢谢你，谢谢黑兔糖夏天，谢谢。哇，一来就有虎牙一号说吗？我跟你们说，我是真的有心，就是心里很清楚我自己战斗力是多少，跟他们去比肯定比不过的。你想想，我真的没有礼物，送我礼物的人都是看我直播然后路过，觉得萱子是他们喜欢的直播内容，然后觉得开心了就给我来一个，或者来一个礼物，不会是那种常驻的，不会是常驻土豪这样子。我继续玩恐怖游戏。好，是真的，我是这样的，我2年多了一直是这样，在我这看直播的人都知道，你像跟人家比，如果说人家的土豪想保他进去的话，那是就是一二三的事情。我们这里发动大军，我本来是想就是每个人你们抽个奖什么的，就多送一点小礼物，我们人多然后积累起来。啊，又送了吗？哎呀，谢谢黑兔糖夏天，谢谢黑兔糖，谢谢啊，这你，谢谢黑兔糖。那你在我这儿多待一会儿呗，黑兔糖，我这里直播内容比较多，然后聊天套路比较少，套路礼物比较少，基本上大家看内容。谢谢黑兔糖，谢谢你对我的支持，谢谢。我才艺很多的，你不看你怎么知道呢？你怎么知道？你要不要听歌？要不要听歌？要不我送黑兔糖夏天一首歌，你们要听歌吗？好的，魔音，我等今天晚上给黑兔糖卡爷。好，我现在就去给黑兔糖卡爷。我真的只有小礼物，我真的只有小礼物。你看我的榜吗？你看我的榜，那个国民小姐姐，我什么套路很多，瞎说。你们想听的歌，我昨天都学了。我为了这个比赛，我熬夜学了好多歌曲，就你们让我学的歌，《往后余生》《道江行》《空心》，我都学了。要不要听？要不要听？黑兔糖要不要听？黑兔糖要不要听？唱一首《相见恨晚》。《相见恨晚》我还不会。这个虎牙他的那个怎么弹幕坏掉了？我点了好几天都没点出来，董事长，我知道董事长是谁。我昨天没直播，我看了。人挺多的，礼物也挺多的。说实话，我挺羡慕董事长的，礼物比我多好多。
对，我弹幕看不到，弹幕坏了，我现在就在看旁边这个虎牙这边的这个这边的弹幕，它本身的主播这边的弹幕坏掉了。恭喜劳拉八级了，牌子，恭喜。为什么你不给我送礼物？ 那你们来跟我说一下，你们来跟我说一下为什么不给我送礼物的原因吧，就是我哪里做的还不够好，我想想，我改变一下。谢谢小时候的虎粮，你们说说看我哪里不好吧，我改一下，为什么不给我送礼物，就是不给我送礼物的原因。啊，谢谢黑兔糖，谢谢。你看看人家真的是一来就三个，我都没有准备好，马上我的榜就要被超越了。黑兔糖，我的榜太浅了，我喜欢你都挺好的，因为太美了。你们这都是什么理由啊，这都是什么理由？我不会坑啊，五百，我就这样吧。我不想学坑礼物，因为我不想昧着良心做。我的榜是真的很浅，现在已经是第二了，第二了，马上就榜一了。打年度可以打，可以打年度啊，小山。我们二十二号今天临时改变的，我在开播前的一个小时临时改变，不打国民小姐姐，因为打不过。因为打不过。哇，谢谢麦克杰克涛，谢谢麦克杰克涛的钞票机，谢谢麦克杰克涛的钞票机，谢谢大家的礼物，还谢谢大家其他朋友的虎粮，还有一些小礼物，谢谢宝剑，谢谢明凯的宝剑。今天不用送宝剑，猪仔，今天我比赛临时取消了，猪仔，你把你的小礼物留到那个就是明天再送啊，不是明天，22号。大家，我知道大家都穷，我也穷，我明白，我知道穷有多难受。你让一个很穷的人在拼命的给我送礼物，那肯定是不行的，一定要把你的就是能给我送礼物的钱用在对的地方。22号帮宣子就是比那个次元偶像，我把标题改一下，等一下我就播恐怖游戏。我看到了麦克杰克涛，我刚才不是谢谢你了吗？难道还要嗯吗？要不要？嗯啊，要不要？嗯啊，嗯，我给大家唱一首歌吧，送给黑兔糖和麦克杰克涛，还要送给直播间所有的朋友们。Hello， 酷狗。哇！谢谢麦克，黑兔糖又送虎牙一号了吗？啊！谢谢黑兔糖，谢谢黑兔糖的夏天。是想看跳舞还是听唱歌啊？是想看跳舞还是听唱歌？谢谢黑兔糖，大气大气大气。已经榜一了，已经是我的榜一了。黑兔糖是我的榜一了，没问你，我问黑兔糖，他现在是我的榜一，我问黑兔糖。我先唱首歌练练气好不好？可以看主播跳支舞吗？真的要看我跳舞啊，真的要看我跳舞。好吧，你会不会看了我跳舞之后然后后悔给我送礼物，这是我非常怕的事情。我就怕你看了我跳舞之后然后后悔给我送礼物。因为我的舞蹈就是一般人看不懂，是那种就像京剧一样，像京剧的话是比较少数人所能接受的，对吧？
像我的舞蹈也是少数人才能接受的，不是所有人都能看得懂的，这样子明白吗？黑兔桃你明白吗？你平时会去听京剧看京剧吗？明不明白？好，那我就不客气了。舞蹈，要跳舞蹈是不是？稍等。谢谢麦克这个跳的功能，我跳舞给你们看啊，不要后悔啊，送出的礼物就不要反悔，知道吧？
暴露了，怎么哭啊？真是，不行，换一个好一点。春来雪花凋，云开，这份爱在。